合奏是另外一样好玩之处啦，可以以乐会友的香港的二胡名家陈的心。即刻找个小朋友要跟你合作都没问题的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新的希望。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从音乐当中找到快乐，然后找到更多的爱，还有分享更多的希望。我觉得这个是学音乐最关键的一个目的了。Thank you.